来给大家讲一句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Iris， 我是加拿大国家银行的 Regional Financing Manager， 所以今天我是非常高兴还有荣幸可以代表国家银行来做这个致辞。以下呢，我想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National Bank 好吗？不好也要好了，我已经准备了好久了。我们加拿大国家银行呢是第六大的银行，也是魁北克省的领军银行。我们提供全面的银行解决方案，包括个人和商业银行的服务、投资还有融资的解决方案。无论是个人呢还是商业的客户，我们都有很多不同专业的套餐可以提供选择。我们的使命之一呢，就是推动创业的精神，帮助大小企业实现他们的创意。国家银行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，我们有165年的历史了。加拿大国家银行是在1859年由企业家为企业家而创立的。多年来，我们银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企业起步和还有成长。如今呢，加拿大国家银行仍然是各类企业的重要合作伙伴。促进创业精神的发展呢，是我们首要的任务。我们在加拿大支持了许多的项目，包括呢，有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， New Brunswick 的 Pondage Fund， Junior Achievement， National Angel Capital Organization， 还有 Euro Global Social Financing Platform。在2017年，我们国家银行为企业家进行了重要的数字化转型，推出了全新的移动应用和专为企业家设计的网络平台。在2018年呢，我们国家银行推出了 Easy Pay， 是一款移动销售点 Point of Sale POS 的解决方案，帮助了很多中小企业接受 contactless payment。该支付方案赢得了在2018年 Barlow Research Monarch 创新奖的 Most Innovative Product and Feature Award。国家银行呢，我们国家银行是第一家为这个中小企业提供这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。在这种背景下呢，我们银行是继续可以履行对 ECCE 的承诺。并自成立以来一直是 Young Entrepreneur 的主要赞助商。好了，说那么多关于我们银行的我想花点时间感谢今天的演讲者 Tony、 Frank 还有 Michael， 感谢他们与我们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还有经验。最后我想特别感谢 Tina、 Karen 还有 Yvonne， 他们每年呢都为了这个活动付出了不少的努力。我也要祝贺组织委员会策划了这个如此精彩的活动，让我们为他们热烈的鼓掌。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今天的活动，期待与各位的交流，谢谢。谢谢 Iris， 谢谢 Iris。好，请 Iris 继续上来一下，谢谢。谢谢 Iris， 谢谢你啊。下面我们。